萝卜干煎蛋的做法步骤。一，在闽南，萝卜干跟肉松一样，是每个家庭主妇都会做的家常东西，也都是配稀饭的好材料。二，萝卜干剁碎。三，打入鸡蛋。四，萝卜干与鸡蛋混合搅拌。五，下油锅煎至蛋熟即可。六，小菜煎的，刚煎完鱼，他把蛋也当鱼煎了，结果煎糊了。七，处理过的图片，他让我传这张，我偏要把原图传上来，哈哈。